巴打。好啦，星雲指著，全部馬不準備妥當。二場賽事二班1650嘅泥地大熱係一。哦，一開閘嘅時候啦，咁啊應聲彈出去黃金甲喎，紅眼罩都不敢怠慢啦，就超霸神區出面電信巴打最出紅運大師啊，第五位咧仲有呢只喜廉衛星啦，咁啊再見到進佔尾三個位置藍衫白帽星雲紫雀啦，內欄咧咁啊黃衫白帽尾二咧就非凡才子，暫時殿後係有你共上嚟噶。好啦，接近對面直路頭呢個千二米段處啦，前面放頭嘅馬係黃金甲啊，咁啊冇咗條欄點算咧？超霸神區二搭嘅第二位，咁啊睇下佢點樣跑法啦。第三位嘅馬仲有呢只电信巴打，第四位鸿运大师啊，在外边位置系星云紫雀啊，内栏咧咁啊紫色衫，大约尾四度啦，就喜廉卫星啦，后边两匹马，黄衫嗰匹系非凡才子啊，响外边咧就佢只有你共赏嚟噶。好啦，去到800米段处咯，前面黄金甲直情系自己放埋出嚟，接嚟咗一个身位，超霸神区咧就唔同佢扯住，咁啊跟住个第二位先，第三位嘅马有电信巴打，第四位咧进占上嚟啦，就系呢只喜廉卫星啦，第五位咧蓝衫蓝帽鸿运大师。尾三白帽蓝衫星云紫雀，尾二黄衫咧就非凡才子，包咗落尾嘅马系有你共上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转弯入直路啦，黄金甲尖先，哎呀嗰只超霸神佢急褪啊！再见到外边位置咧，电信巴打上紧嚟，偷入边上，有喜廉卫星外边追，星云紫雀啊，兜到嚟最后300米啦，黄金甲接嚟咗，但系有个几马位啊，后边嘅马追上嚟，有电信巴打，外边星云紫雀，入边位置仲系喜廉卫星啊，最后100米到啦，黄金甲抛嚟咗两个马位，星云紫雀第二位。电信巴打第三位，哎呀，喜廉卫星争啲跌落嚟，佢又唔跌啦，咁啊接近终点，黄金甲放到啦，跑第二名嘅马星云紫雀啊，第三名咧就电信巴打，第四名有非凡才子同埋只鸿运大师近啊，啊好哇，超霸神佢收慢啊，喜廉卫星田泰安好彩真系平衡力好掂唔到呀，咁啊结果呢场赛事放头一只系黄金甲，而佢亦都系一放到底啊，星云紫雀第二，第三名电信巴打，第四名鸭上鸭落啊，卖变黄衫。非凡才子出面蓝衫，鸿运大师要影相。三号黄金甲啊，罗富全咁啊，起个猫啊，咁啊，最后咧就十倍胜出，咁啊跑第二名咧就系洛飞嗰只五号嘅星运紫雀啦，何泽耀。第三名见到个七号嘅电信巴打，蔡明少都甩到好开噶啦。见到第四名佢近叮当码头啊，咁睇下只四号嘅非凡才子啊，咁啊定系咧外边鸿运大师啊。咁啊，最后回到十倍胜出嘅黄金甲马房呢口孖宝，应该都几好分啊！都蚀水啊，先孖宝咯。咁啊，头场有十倍啊，第二场有十倍啊。咁啊，梁家俊胜出黄金甲。第二门唔知咩事啊，收停啊，收慢咗啊。喜廉卫星又直落少少，差啲失平衡。系啊，都好多事故咁样啊，好似阵间都睇翻个重播。翻张相啊，第四名啊，非凡才子四号啊。
咁啊，呢场应该都好分啊，赛果咁啊，两只热门啦，都唔喺前四名啊，嗰、那个四重彩四连环啦、啊。一号、八号都冇，有只四，有只五号咯，四号接着咯，似冇喺度。梁家俊复出又买赢啦，呢仔真系好硬啊！好，咁我睇下第二场赛事嘅预计派彩先。跑第一名系三号嘅黄金甲，同样系派108蚊，位置派28蚊。跑第二名系五号嘅星运紫雀，位置派13.5。跑第三名系七号嘅电信巴打，位置派20.5。跑第四名就系四号嘅非凡才子，连赢3搭5派210蚊，位置 Q 3搭5派67蚊，3搭7派90.5，5搭7派42蚊。华将四重彩啊！前四名都是华将嘅。咪冇咗只一日当堂都好分唔少啦、好，咁啊睇个二重彩先。三号、五号顺序系派549蚊嘅，单啲三号、五号、七号派407蚊。三重彩，三号、五号、七号顺序就派2045蚊。头三名就好清晰噶啦，系第四名就斗得几激烈喎。嗰只鸿运大师同埋非凡才子就争嘅。嗰只喜年卫星做咩事？自己失平衡点？系咯，我就喺骑师平衡力好啊。即系冇晒力咁啊，失平衡啊，定点样？有咩问题？会唔会失蹄咧？会唔会踩到前边啊？系咯。睇側鏡又睇佢轉弱中嘅，但係而家佢係一下片咗埋佢，咁就搞到佢個人啊失咗平衡。好，咁啊三揀一嘅預計派彩勝出咗入就係 A 二隔夜半熱門派22.5嘅。即一啊，轉彎鏈散啊，即係送檢驗到咩問題啦？今日冇一条难跑嘅，都转只黄金甲有翻条难啊，佢又跑翻出水准。好啦，即刻睇翻巡逻影片啦，四档超霸神驹起步，大家从嗰个正常镜头见到咧，其实佢都唔系最快嗰只嚟嘅，黄金甲出闸咧快过佢嘅，咁啊一路沿路咧都俾佢 hit 住半个马位啦。咁啊，走外边就电信巴打嘅，跟住中路位置一对啦。走出边就鸿运大师，埋边咧就喜年卫星嘅。包尾嗰三只黄山白帽、非凡才子，出边星运紫雀，殿后咧就系有你共赏嚟嘅。咁啊，超霸神驹啊，上季即使头段唔系最快嗰只咧，佢跑到第一个弯咧，自己拉唔住都自己走翻上去，兼且打得几个马位咁。你见今日跑落都好明显唔系上季嗰只啦。咁啊，始终赛前嗰个弹闸系有问题嘅，未见佢走得唔狠噶嘛。咁啊，今日真系跑落麻麻地啦。咁啊，其他就黄金甲好嘢，咁啊有翻个新鲜感啊，又黐埋条栏带啦，同埋佢揿个步超又几靓，一啲都唔快啊。如果三年夹埋嚟嘅咧，佢仲偏慢少少添嘅。咁啊，所以跑得翻水准，夜马都合理。咁啊，嗰只电信巴打压住个黄金包双位啦，咁啊转嚟嚟都拦唔到佢啊，都依然上到名嘅。咁啊，喜年卫星啊都内栏啦，都跑啱位噶。咁啊，直到初段都以为有啲机会啦，点知跑下自己脚完就会失埋平衡嘅，唔知咩事啦。咁啊，后边嗰就系得只星运之出咧，就较为追得好少少嘅。咁啊，第四名嗰啲非凡才子啊、鸿运大师其实都冇机会噶啦。不过人气我取咁解啦。咁啊，睇下嗰只喜年卫星做咩事啦。呢度其实打落去都冇噶啦，都开始脚软啦。咁啊，呢度好似想避开前面嗰只。跟住自己突然间片翻埋去，哇！都好少可见到咁。第二场赛事都复榜完毕，位置 Q 派彩3搭5派67蚊，3搭7派90.5，5搭7派42蚊。三拣一派彩胜出咗入系 A 二隔夜半热门派22.5。二重彩三号、五号顺序派549蚊，四连环三号、四号、五号、七号派668蚊，
四重彩三号、五号、七号、四号顺序派15,124元。孖宝头关十一号、尾关三号派577元，头关十一号、尾关五号派97.5元。我睇埋分段时间，头段27秒5，第段23秒正，第三段23�秒88，末段24秒25。赛前成时间1分38秒63。